呢边就属于九龙湾地铁沿线，有商场，有配套，乜都有嘅嘢。楼龄仲好新，有一间景观比较开阔，494尺嘅两房，紧住一个长形嘅厅，个厅好宽阔，楼底3.15米，非常之高。有呢边个大啲嘅露台啦，居然望到红磡嗰边海景，嗰边望埋启德，全房梯形嘅，但佢台面都 OK 够嘅，同埋紧住有一扇大窗，伸缩嘅水龙头，乜都有。呢边就系雪柜位，可以差少少可以做到呢啲嘢。睡房系2米乘2米嘅，用起上嚟几好嘅。我最中意咧一个落地大玻璃，望出去就海景。浴室呢边佢就用浸浴嘅，成色嘢就白色，类似一个云石面，其实几靓仔嘅。然后主人房我就好中意啦，点解呢？佢又好阔身，好长身啦，仲预留咗一个衣柜位，可以做到顶。再转过嚟摆床嘅位咧，又有一扇大窗，视野好阔。嗰边就望到啲公园，再望埋个马路，马路嘅尽头就红磡，红磡嗰边就海景。嚟紧就国庆，呢度就有机会睇到烟花景，非常之正。似呢啲单位就800几去到1000左右，你又觉得值唔值？